大家好，这里是凤凰网娱乐真情满堂彩春晚专访间，由贵州真酒独家冠名，真情相聚，纵享团圆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佑明。现在我们的专访间请到的就是张艺兴，欢迎张艺兴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怎么样，下了这个节目感觉如何？春晚的舞台连续三年，连续三年，其实第一年我觉得会比较陌生跟紧张一些，然后到了第三年会不会相对来说就比较适应这个舞台，因为可能工作人员啊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到他们其实是不是能放松一点。舞台的通道你会紧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解压的方法吗？就是自己跟自己内心的这个疏通。今年在舞台上面是这个开场秀，对不对？其实要把这个盛大的这个场面要完成，其实也需要很大的这个力气。有没有给自己打个高一点的分数？因为我觉得还蛮热闹的。其实之前也有很多轮的这个连排跟彩排，然后跟其他的艺人这个磨合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就是在这几轮的彩排当中。给自己打分的话，你觉得今年第三年了哈，第一年打多少分，第二年打多少分，第三年打多少分？第一年才60啊，为什么？他今年是63，为什么？其他的分数呢？你这成长空间有点太大了吧？我们再期待一下，接下来连续每一年都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艺兴。那对于自己18年的这个总结。所以今年收获特别的丰富，这一年其实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身份，然后在不同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转换。然后其实去年好像跟前年在春晚的舞台其实你都拍了水仙花的照片，对，今年呢一人拍一个，就每年都要拍一个水仙花，为什么？是你特别喜欢它的花语的寓意吗？还是说这是一个一定会有一个所以每年都要来的时候都要记录一下。那刚才讲到说我们其实圆桌上面都是一些饭菜，那有没有是哪一道这个家宴上面的菜啊？这个菜肴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，每一年春节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这个家宴上面啊，你特别希望说能够吃到的这个菜肴有没有？老炒肉就可以，所以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刻的。哪一年的过年哈，这个年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没有？这三年。
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是继续的努力，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，然后让这些所有喜欢你的人，然后能够继续的支持你，继续的喜欢你。好，然后今天我们在现场还要给我们的这个观众，我们的网友来送一个福利，就是在这个金珠里面呢有不同的奖品，有一共有一二三等奖，然后我们请艺兴来抽一个，看你能抽到几等奖来送给网友。2等奖，恭喜这位获得我们二等奖的网友，你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皇家香囊。那接下来这个时间你是打算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，还是说要继续的再回到那个春晚的演播厅跟大家一起看？然后争取能够飞回去跟家里人过个年。有没有给他们准备什么礼物吗？新年礼物？好，那我们也期待今年艺兴可以好好的跟家人团聚，好好的过年。好，谢谢艺兴今天来到我们的专访间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